呢，我是 Mina， 我是 Al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公司在花果山的这个社区小公园呢举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。我们在这边呢设置了一个充气城堡，邀请了社区的邻里好友过来参加。这边呢还有很多零食呀，小朋友也玩得非常开心，在我们身后都是小朋友们的欢声笑语。那花果山 Reserve 社区呢是属于尔湾公立学区的，这个社区是一个24小时的警卫门禁社区。这边的地税和持有成本在尔湾新房里面都算是很不错的，而且社区内呀入住率的华人非常的多，大概有50%-60%，所以非常适合新老移民。就连你不会讲英文，在这边都可以很好的交到各式各样的朋友。每当节假日周末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会汇聚一堂，在各式的会所公园里面相聚一番。这边呢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山景会所，有泳池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步道以及社区小公园，非常的适合养娃。那花果山 Reserve 社区呢是属于花果山的第三个社区。那花果山呢一共有4个社区，第4社区呢会在2024和2025年推出。最早的第一社区呢是属于非铁门的，在铁门之外的。第二社区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Grove 社区，里面有很多托儿大豪宅。那我们 Reserve 呢是属于尔湾公司给自己预留的一块，所以里面呢全部都是尔湾公司的房产，房子大小类型呢都非常的类似，而且品质极好。我们公司呢也有很多在世的不在世的这一边的房源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团队。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参观一下这个社区吧。